大家好，我是中新社记者王世博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陕西黄帝陵。今天正值清明节，一年一度的黄帝陵祭典活动就在这里举行。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，是历代帝王和名人祭祀黄帝的场所。今天马英九先生和随同来访的台湾青年也在这里参加了公祭典礼。2009年4月，马英九在台北遥祭黄帝陵。8年任内，他曾6度参加遥祭黄帝陵典礼。今天也是马英九带领随同来访的台湾青年第一次跨越海峡，实地拜谒黄帝，祭祀祖先。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，清明时节在黄帝陵恭祭轩辕黄帝，是中华儿女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统盛事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每年都有大批港澳台同胞及海外的华侨华人到访祭拜黄帝陵。黄帝陵已经成为华夏儿女寻根问祖、抒发民族情感的重要场所。